나를 위해 나를 위해
你那么还干嘛？搞到路歪了，是不是？肉包个肚了。吃点你的，我们搞点吃点的啊！这。玻璃。还不能做到，做点东西，点点，那点肉。阿婆，我们这条条件下来了，你好歪了。阿婆，我们这条件下来，我闻下。听说我去搞了刚穷了。老干没老，都不如一玻璃哎，买一肚的吧，就是那个菜肉，得了不？ 你要，给我，干嘛要弄这？谁让你说的都拉倒了没有？对啊，跟你说的。啊，走的，你后面开个咩车？小飞，小飞，嘿嘿嘿。走的，那今看你搞什么的？伊拉虎的咩？